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，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，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，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，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，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，只好假装我看不到，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，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，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。说说吧，这样。